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飙股急先锋。今天大盘上涨了57点，各位，很多股票在这里没有动，很多股票在这里又喷出了，对不对？你有加入 Telegram， 我们有告诉你的这支叫6283的淳安，今天6283的淳安今天涨停板，各位，它打底完成，创下新高。当然在这里我们第一个阶段有做，第二个阶段没有做到啊。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将来会有比淳安更飙的股票，对不对？淳安在这里11月正式啊，在这里营收创高，但是还赔钱。那我们认为更飙的股票，各位，在这里我告诉你，像6153的嘉联益，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，老师啊，那嘉联益好奇怪齁、哦、就在这里整理啊。啊，这里拉一段以后在这里整理啊。整理的过程之中是不是一个 W 底？对不对？它没有爆量齁、哦。啊，你不先买好来等齁、哦。等到爆量的时候你就要用追的咯。啊，那嘉联益我们知道做软板的。啊 ,TWS 的无线蓝牙耳机嘛。做软板的，明年 EPS 5块钱起跳啊，这档股票最近外资有买了不少，一买一卖，投信也买了不少，所以我们看好，我们就没有道理在这里做卖出的动作，小赚小赔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看的是未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最近大家都知道我在讲爱普，昨天爱普涨了20块钱，今天小跌6块钱，涨20块钱，小跌6块钱。各位，你今天是不是杀低了？你今天是不是杀低了？这里拉多少你知道？这里这样拉上来拉了6块钱。我今天收到一个客户给我的讲，他说他手上有爱普，当然买的价位是比较高啦，啊，买在440几块450块，很多人那时候很多人买。啊、哦，那当然买了之后就要找老师嘛，看怎么做嘛，因为他打电话到别的投顾，别的投顾跟他讲说，哎呀破了季线，你把它卖掉啊，哎呀公司派都已经卖光光了，没有人在里面了，各位，没有人在里面吗？没有人在里面，昨天会拉20块钱，没有人在里面，今天收盘这样一拉会拉6块钱，10张差6万呢、欸，你随便卖一卖的话，各位。当然啦，你随便卖，你停损卖掉，搞不好你又会去追。各位来看一下，爱普当初在这里告诉你的是100块，你也没买啊，你真的没买啊。200块在这里整理的时候，我说可以买，你也不敢买啊。结果200块涨到300，涨到400，哎，很多人买在400多块，快500块，到560，我告诉你不要买，不要买，不要买。后来560跌下来在300块附近，我说你可以买，你来找我，我帮你赚100块，后面再赚100块。结果从300，从295涨到395，对不对？那第一次碰到这一条叫什么线？季线。这条叫季线哦。各位，现在季线是往上的哦，季线不是往下哦。好，碰到季线一定要卖一趟嘛。又回到刚好这个点跟这个点差不多，诶，好准，诶，老师，这是一个 W 底，诶，那再来到多少？ 295 你又可以买了。295一直涨到450块。450块。赚了150块。我有一个汤小姐，她来找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光爱普她就赚了好几十万。他第一次来参加，我就要买爱普，买在338，后来就一直加码加码加码，全部卖掉，大概在440到450之间，后来下来我们又再买，每一次都有做价差啦，啊，那今天价差没有做到，没做到没关系啊，明天再做，对不对？各位，那你认为爱普450是最高吗？我不这样认为。那如果说你手上有爱普，你不来找我，你要找谁？因为没有人会跟你讲爱普，
现在大家也没有了，连我们那个成龙都在看衰了，对不对？那高伟更不要说，他一定看衰的嘛，他每天都在空嘛，对不对？股票创新高他也在空嘛，啊，所以各位你在这里要怎么做？当然你手上没有爱普，你看我的节目，你大概在这里只是怎样啊，只是在这里啊看笑话。但是我的客户有十张的，有三张的，有五张的，很多诶、欸。最多一个还有二十张诶、欸、将近一千万诶、欸。没有人要理他啦。他不来找我他去找谁啊，大家都说要卖掉啊。各位你看一下。他这里是不是一个，在这里是不是一个 W 底出来了，是不是 W 底出来了，对不对？ KD 指标开始往上。你注意到 KD 指标往上的时候，他不会天天涨停哦。他会拉涨停，隔天再收黑，再涨再涨再上，开高走低，再开高走低，再拉涨停，再拉涨停，再开高走低，再开高走低，再拉涨停，再拉涨停。他不会像这里这样子，如果像这里这样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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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如果像这一段的话，你就不要来找我了嘛，那你自己做就会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你在这里你自己看，还在季线之上，怎么可以说它是空头排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再让你赚100块。老师 ,100 块，老师那不是要涨到 500? 我告诉你啊、哦、上下来回做搞不好不止 100, 还可以创造150的利润。我以后每天会跟你讲怎么买怎么卖怎么买怎么卖，好不好？今天没有做，因为我今天call会员，今天一开盘就知道没有量啊、哦、不要追。然后杀下来，那有会员问说老师多少钱可以买，我说很简单啊，啊跌破390你就买嘛。诶老师跌到388嘞，收盘393嘛，又上来了，收盘才知道嘛，你没有收盘你怎么知道它会拉到多少？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有把握。那明天要不要做？明天周末愉快可以做一下啊，手上有的手上没有的都可以做一下。好，各位我在这里再告诉你啊，来看一下3035的智远啊，这一档股票你知道我们都有，我的 Telegram 也告诉你，投信每天买250张，已经连续买了5天，今天应该也是大概6天，6乘以250的话就是哎还不到3000张啦啊，4乘以250 1500 张啦，他前面已经买了。我告诉你这一档股票啊，各位你看 KD 指标开始交叉往上，他没有很干脆，老师在这里很干脆，他直接拉涨停涨停涨停，老师这里会不会很干脆？会，因为他是属于今年年底要做账，明年第一季开始狂奔的股票。各位我有跟你讲50.8块以下你都不要杀低，对不对？我有讲啊，啊、哦，我在盘中的那个赢天下我也讲啊，今天如果你50.8块以下你杀低，收盘又拉上来，50.8块以下杀低，收盘又拉上来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它有多少量，它会开始攻击，对不对？这里有多少量你知道吗？这8000张，这里多少张？6000张，今天几张？昨天6000，今天3000，量缩一半了。所以我告诉我的会员，你今天不要做当冲。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哪里栽？我哪里不栽？好，各位，所以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加入 W1788 标股急先锋，专门计算主力筹码给你。啊，那我在这里也跟你讲过啊，2455的全新今天又收最高啊，我们今天会员还没有call买，但是我有跟一些会员讲，你在106块左右你要买可以，你不要买多，买要买一张两张都没关系。收盘108。各位在这里来给你看一下。他在这里一次打出一个 W 底了嘛。但是量还没有很高啊。他是一红四黑，一红四黑。所以不像我们当初在买进以后就拉涨停。然后拉回来96块再买进，然后咚咚咚咚再4根涨停，
从90块涨到119。我们在110几块把它出清了。出清了。翻两批出清了。你有赚到吗？你没有赚到。对不对？啊、哦、还很可惜嘛。你是看别的老师在讲的时候才开始去追嘛。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讲的话我负完全的责任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3035的致远，各位。它这里有点类似挖工队出来。对不对？这两根大量嘛。老师，这两根大量的高点会不会过？那如果会过，你不是赚翻了吗？因为你可能买20张。20张如果高点过的话，你最少赚几十万嘛。对不对？啊、哦。你可能买25张，你可能买50张，我有一个客户买50张。50张各位 ,50 张只要从50块涨到60块大概就50万了。不多啦。但是各位今年的年就很好过了。老师他会到60吗？各位来看一下齁，我在这里跟你讲齁，我会把那个图，你加入Telegram以后，我今天会把图拍给你看。图为什么要拍给你看？因为我要给你看的是它的月线。它的月线到现在为止是收红 K 嘛，没有错啊，对不对？它上个月是第一根的红 K 嘛，这个月是第二根红 K, 啊这个月的量是不是比上个月大？这个月的量是不是在这里要突破这个量？所以它这个高点是要过嘛，这个高点是多少？56块。但56块过了直接就挑战这个高点嘛。这里是170几块嘛。他在50块已经整理了10年的时间。各位我跟你讲一个故事。你看一下2303的联电。他从15块涨到50块。联电、致远都是同一个集团的。他一直都没涨。如果当初我告诉你说联电15块会涨到50块，你会骂我神经病。对不对？为什么会骂我神经病？你说怎么可能？联电十几年都在十几块，从来没有一次过20块，但是今年就过了20块，对不对？而且今天还在涨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那我问你，3035你看它的月线，你认为它都不会涨？没有涨之前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相信它会涨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我再跟你讲一个道理。好，来，各位看一下6531的爱普。我问你，当初在300块的时候 ,295 块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它会涨，你会相信我吗？你不会。因为还有人告诉你它会跌到200，会跌到100。结果从300块涨到将近400。你终于相信我了，你来找我了。后来又回到300块，又从300块涨到450,460。这里160块，160块的概念是什么？一张16万，10张160万，对不对？160块嘛，10张就160万。当初来找我的有一些客户，我有跟他通电话的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参加的老师会不会亲自打电话给你，或是盘中有没有跟你讲到话。我相信你参加任何一个老师都没有。为什么？涨了助理打给你，哈哈，你看我们老师厉害吧。跌了助理安慰你说，你看吧，啊、哦、这股票啊、哦、在这里休息一下，你不要担心。我不一样。我承受的是所有会员，我都亲自打电话。只要有任何问题盘中都可以跟我联络，我亲自打电话。啊、哦、那当然有一些小资族啊、哦、一直问我说，老师爱普可以做当冲的时候你要告诉我。昨天可以做，扣讯为证。有的会员看不懂说，老师你这个昨天扣讯说、哦、这个爱普会拉尾盘。啊我没有你的讯息我不敢乱买。那我今天我告诉你很准哦，我只要说今天不能做当冲，他当天都会跌下来。但是也不见得是跌到最低。各位你看一下，它尾盘拉了6块钱。
一百多张送上去，大量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明天欢乐周末能不能做？小资族没关系，你做几张就好了嘛，对不？啊，反正现股当冲嘛，你只要买点跟卖点设计好，你一样有钱赚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讲话我负责任啊，一个老师要负责任啊，对不对？3035的智源，我今天跟会员讲啊，开盘我就讲了。大概九点半之前我就讲，智源今天不能做当冲，因为量不够。但是你千万不要杀低，因为明天会涨。老师，我今天智源卖还有赚钱，你不要卖啊。为什么不要卖？因为明天搞不好涨停板了、啊。那你能不能买？可以啊，51块以下还可以买啊。你看收盘还在51块以上嘞、欸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啦，跌的股票你也不敢买啦。3035的智源啦。老师跌到 508, 看起来要跌停欸。你看嘛，你看嘛，又被人家拉上，你看又被人家拉上来。51块以下为什么不能买呢？那明天你要追525354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股票市场不是这样子做的。啊、哦、,2455 的全新有会员私赖问我。我说你要买流仓可以。106买得到。105买不到，抱歉。我设定的价位是 105, 但是今天没有买。对不对？好、哦、各位，我讲的话就是这样。3661的四星今天又拉到610几块。我有跟你讲过，超过600块我不会买。各位，他这里买在580几你可以赚50块。这里你买590几你可以赚30块。我很坚持的，因为我知道啊、哦、你如果买在680你要解套很难。很难。但是它也跌不到哪里，它就是区间操作。我讲话我负责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啊、哦、那很多投资朋友都想玩标股嘛，大家都说妖股嘛。对不对？妖股，什么叫妖股？会涨会涨停的叫妖股。那各位投资朋友，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告诉你啊，在这里我要计算主力筹码给你啊 ,W1788 标股急先锋。那你一定会问说，老师啊，你有没有股票能够让我赚一倍的？好，我在这里跟你讲一件事情，赚一倍对不对？3552的同志，我问你，你来参加我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带你买90块 ,93.3 块。今天来到180，有没有一倍？几个月的时间？一、二、三，三个月的时间涨一倍，那你够不够？有会员买500万变成1000万，这个年很好过了，这个年非常的好过了。你呢？我不知道。啊、哦，老师，我还没赚到什么大钱。我知道你没有赚到什么大钱，我也要想办法努力帮你赚啊。对不对？我要想办法6531的爱普，我要想办法让你再赚150块啊。3035的智源，我要想办法让你赚一倍啊。没有一倍也要五成啊。对不对？6153的嘉联益，我要你今年到明年我在这里让你赚一倍啊。对不对？各位 ,2375 的这个叫做什么凯美。我当初在这里告诉你，你在这里还会怕，还说这烂股票。结果各位从40几块涨到今天涨停板80几块。我找的股票都不会错的啦。君安投顾很多，各位，我凯美叫你们买没有叫你们出、哦。就像我当初跟你讲精彩的时候 ,40-50 块现在快200块了。找标股我是专家。好。我在这里再告诉你2327的国巨，我在这里告诉你2492的华新科，这两只股票或许你觉得太贵，那有没有比较平易近人的股票，在几十块的，将来会涨到100块以上的被动元件？我已经找到一只股票，我认为大概会有三成以上的空间。今天是放量的第一支，我要去看一下筹码，
我要去看一下他所有的东西，然后我会写在 Telegram 里面告诉你，我计算主力筹码给你啊 ，W 1788标股急先锋，计算主力筹码给你，我在这里一定要买到起涨点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买到起涨点。你看我的节目，全市场只有我率先告诉你6283的淳安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相信。各位，今天涨停板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我们淳安做过一次，这里会员亲自带一次，这里赚一次，下来，这里又做一次，下来，这里又做一次，这里没做了，这一次没做，这一次有做。所以各位，股票市场难不难？不难，是说你的老师找不到而已。我找得到，我都是在人家不要的时候我找给你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啊，没有涨上来，你看这个在整理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烦嘛？对不对？各位很烦嘛？整理多久？整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嘛？但是一飙起来就创新高了嘛？好，这个跟3035的资源一样嘛？各位在这里整理的时候，你觉得很烦嘛？老师，我没有赚到什么大钱。老师，我赚一点点啦，有啦，我那个买四张，多买四张，多卖四张，我那个多赚哈，大概几千块、几万块啦，一两万而已啦。哎，老师，我那个有啦，这个买十张、二十张，有啦，有赚到一点钱啦。我知道你觉得太少，因为它没有喷出嘛。等它喷出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数钞票了。老师，它会喷出吗？慢慢看下去。各位啊，我在这里告诉你，底部量缩，今天是不是量缩？我问你，今天的资源是不是量缩？昨天6000张，前天8000张，今天变3000张，那明天呢？明天再变8000张，不是又涨5%了？哎，各位啊，股票不涨，我知道你也慌，你想说我要赚大钱。当初跟你讲很多只股票，你也不相信。整理完之后，涨一倍的比比皆是。我找股票就是这个能耐，全市场没有一个老师能够在每天晚上还把主力筹码算出来，还在这里告诉你谁买几张，谁买几张，融资融券的变化，券商的进出。我告诉你，股票啊。他没有爆量以前，他都是在吃货。各位，量缩是为了吃货好买点，真的啦。啊，股票没有涨的时候，你会看不起我啦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再跟你讲嘛，6531的爱普，我问你，在这里300块附近的时候，你不看不起我嘛？你认为它不会涨嘛？因为你好，你看起来不会动嘛，没有量，这也没量嘛，对不对？这里又是300块嘛，这里又没量嘛，你看不起我嘛，你说不要啊，老师我等着看你好戏啊。结果从300涨到320，涨到358涨停板。啊，老师涨停板隔天又跌下来，跌到338。啊，隔天又上去。啊，冲冲冲，啊老师这一天又涨停板。老师涨停板隔天又跌。跌了又有小红，又拉了两根涨停。老师这两根涨停我都有赚到，你有赚到最好嘛。对不对？很多人没赚到欸，那我问你，300块这也是不量说好买点，后来300块咚咚咚咚咚咚咚涨到多少？460。好，最近 ABC 12345的修正结束了，底部是越垫越高了，指标是不是开始往上了？是不是下来都量说出量就长红，下来就量说出量就长红，昨天小出量就涨20块了啊，今天呢下影线那么长，如果不是有人在里面，谁会把它拉上来？哎，拉上来要钱呢，100多张，将近多少？100多张，将近400块，要将近5000万，哎，六千万的钱呢？这是真枪实弹，这不是虚假的单子，拉6块钱。对，所以我刚才这里告诉你，你不懂嘛。啊，各位在这里我要告诉你，专门计算主力筹码给你啊， W1788 标股急先锋。你有的你一定要来找我。你没有的你就用看的。你想要做
当冲赚20块赚15块赚30块你打电话进来可以做的时候我马上通知你。各位好不好啊，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愉快。记住啊，明天周末愉快，一定有标股。我们在这里希望每一个投资朋友都能够赚大钱。谢谢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